这次离婚协议，快点签字吧。孙律师，我能不签吗？诉讼说了，今天必须把手续办好。诉讼早就猜到你不会配合，让我准备了很多份。何小姐，你这也是何必呢？李小姐马上回国。 你这样拖下去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难道你忘了，诉讼为什么娶你吗？因为我娶着旺夫的八字，嫁过来冲喜的，对吗？既然你都知道，就把字签了吧。也要弄清楚，这不过就是一桩买卖。如果我有了孩子呢？什么？你稍等。 诉讼说了，孩子打掉，赔偿金给你翻三倍。你去问问苏建成，他是不是人？他竟然用三倍的价钱去换自己亲生狗狗去死！我不相信，我要亲自去问他。实在抱歉，诉讼说了，从此以后不想和你有任何交集。哦，对了，等我协议理好后再和你联系。 三倍赔偿，哼，早知道这么多钱，老娘早就退位了。苏建成这种人，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来，我还跟他耗了5年。至于孩子嘛，你说我那么爱你，你竟然和别的男的订婚，怎么了？ 你干什么，苏建成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不是你老婆。这是栗子淇，栗小姐，你的新主顾。林毅，好久不见。你干什么，苏建成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不是你老婆，我们只是合约夫妻。林毅，别为勾引到我。 能得到我？哎，不过这痴情的人设可不能谈。不管怎么说，得先把婚礼了再说。哎，愁啊！这么多钱，可怎么花得完呀？老爷真是老糊涂了，居然说这个女人性情纯善，说你捡到宝了，苏总。 赔偿金还交吗？交。只要能摆脱这个女人，别说翻倍，10倍都可以。云云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平常吃个麻辣烫都要跟我 A， 今天这么大方。嗨，既然有人买单，甭客气。谁呀？云姐，你回来了，经理找。哦，好的，那你等我一下。放心，可以办。 请进。经理，你找我？哎，云云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栗子淇，栗小姐，你的新主顾。栗子啥？就不就我们俩？云云，好久不见，突然就这么联系你，还怪不好意思的。听说你现在已经是设计师了，那我的结婚礼服就拜托你喽。你要跟谁结婚？何庆云，你别得寸进尺。 看不出来吗？辞职？你要跟谁结婚？当然是建成了。云云，我跟建成这件的事儿你也是最清楚的，也只有你才能设计出适合我们的婚服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婚礼呢就在下个月，时间上虽然是紧了一些，不过你放心，价格我是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对不起，今年的时间都排满了，不然你明年再结吧。 这恐怕有点困难吧？难不成是活不到明年了？何庆云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哎，对不起，李小姐，她不太会说话。这样，这一单我们接，保证让李小姐满意。经理，
这单我不接。哎呀，小诅咒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业绩给多少钱了？10倍，市场价的10倍呀！这样，你先把别的事儿交给其他人做，你就只专注这一单。哎，我说了我不接。何庆余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你是不是以为这儿除了你就没人了吗？ 你要知道，老子才是公司总经理，你不想接就立马滚蛋！哼，全公司就我一个人知道你有个摊贩在床的老爸，而且住最好的疗养院，那个地方一个月光复工费就要5位数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离开苏家了。 何庆云，你好得很，你玩我呢是吧？看不出来吗？辞职。哎，你别走。像他这个女人，还给他设计婚纱呢，设计寿衣还差。爸，我来看看你了。你说，我该去哪里找弟弟呢？当时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，我相信。 他一定还活着的，不管花再多钱，我都会找到他。爸，我已经离开苏家了，我准备自己创业，你要保佑我赚多多的钱，这样才能治好你，找到弟弟，咱们一起出去旅行。喂，何庆云，你好得很，你玩我呢是吧？就在这里，那还怎么拿离婚赔偿款？ 何庆云，你好得很，玩我呢是吧？建成，你是不是想好了不离婚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现在立刻来苏家，马上。看来为了爸爸，还得再忍忍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乖乖休息，待着别动。如今你有了身孕，可千万别走那么快。 云云啊，这是爷爷特意为你找的两个孕期保姆，以后你住这里，他们两个照顾你。住在这里，那还怎么拿离婚赔偿款？说啊，快说，你和栗子琪就要结婚了。你放心，你住在这里，建成自然也得过来陪你。建成，带云云去休息。这两孩子。 都结婚5年了，还那么腻歪。又不是全天下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何必只守着一个人？我必须离开。你是不是在我身上安了定位器呀？无论你在哪，他都能带我找到你。苏建成出了车祸，你愿不愿意嫁给他？您的乖乖金孙还在您孙子那啥里。 苏建成出了车祸，你愿不愿意嫁给他？只是冲喜。意思说，建成伤在头部，能不能醒来？醒来后能不能恢复，都是未知数。孩子，我不勉强你，一切决定全看你。又不是全天下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何必只守着一个人？我必须离开。 云云，中途找到哪里去啊？爷爷，我去医院。怎么突然去医院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去产检。产检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快快快快，建成陪你去。乖乖金生，他爷爷在家里等你哦。您的乖乖金生还在您孙子那啥里。照顾好云云啊。和他比。 你也配？就等你这句话呢。我把婚戒押给你，建成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哎，我就是想着你下午还有董事会嘛，要不然你把我放到前面路口吧。
我自己打车过去。把你放下来，再让你回家向爷爷告状，说我半路扔下你，你以为我蠢？难道不是？建成，栗子气疯了，他居然让我给他设计婚纱，说要和你结婚了。咱们这青梅竹马的感情，怎么是他一个外人比得了的？你说对不对？和他比，你也配？建成，你离婚协议我明天让律师拿给你，赶紧签，别耍花样。爷爷是不会同意的。我自有办法。就等你这句话。喂，何小姐，签好钱什么时候还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到。你给我站住，别跑！邓老板，押一付三可以，你再还我两天，过两天我一定把钱给你。何小姐，你要知道，我这个位置，这个价钱，可是很难得的。今天要是付不了钱，我就把它租给别人了。别呀、啊！我把婚戒押给你。小翠，你敢？我们还没离婚，你这是要背叛我吗？等过两天，我一定赎回来。查一下他的经济来往。小翠，你敢？跟我出来！你干嘛呀？你什么意思？上个秒还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我们还没离婚，这是要背叛我吗？我只是暂时抵押，过两天我一定赎回来。这枚戒指是我们苏家传家宝，已经传了几个世纪了。我是暂时缺钱，但还没丧心病狂到要卖别人祖传的地步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有什么歪心思，否则被我发现的话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，建成？你知道的，我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你啊。哼。协议拟好了吗？都好了，苏总。只是老爷子好像听到消息传话说，我会跟爷爷解释的，你只要确保合同明天交给他。好的。还有查一下他的经济来往。结婚都五年了，不关心的事情怎么这个时候好奇起来？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，必须要弄清楚。肚子里也啥都没，怎么捡也捡不出来呀、啊？每个月给他零花钱也不少，他绝对不会穷到连房租都付不起。必须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怎么还在？建成，我们去哪儿啊？陈姐，我已经帮你预约好了，司机马上就到。肚子里也啥都没，怎么捡也捡不出来呀、啊？建成。你董事会的时间要到了，你秘书来电话催了，明天几百万的合同你还签不签啊？你希望我走？没有，我就是担心耽误你开会，巴不得你天天陪着我。他今天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换做平时，没等我凑过来，他就该跑没影了。喂，你好。是何小姐吗？啊，是是是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处理合同的事情。没什么问题。没问题。哦，医生说了我身体没问题。早知道老爷子消息这么灵通，当时就该麻了天赐，给自己挖什么坑啊？进城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少夫人回来啦。这是老爷特意吩咐的，给您补身体最好了。嗯，爷爷，我不太舒服，我先上楼了。还是陪爷爷上楼休息去。明天同学会你去吗？不去。张老师很挂念你，上次你没去，他念叨了好久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，苏太太的宝座就只剩下一天，这时候坐上来。你不怕硌得慌，要离婚了再想捞多点好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盘下的铺面是做什么生意，但是在荣城无论你做什么，这个招牌足够让你横着走。怎么不说话了？被我猜到了，无言以对了。你这脑洞不去写小说可惜了。算了算了，睡觉。
在我这里了，强留的也没什么意思。离婚？离婚协议呢？劝你还是早点签了吧，赔偿金不少了。来，我签好了，打款账号记得哦，别搞错了，记得哦。苏建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倒是签的痛快。痛快也不满意，真难伺候。你咋签又有什么用？你心都不在我这里了，强留的也没什么意思。口口声声说深爱着，离开时却比我还利落，这女人根本没有心。既然都已经签了，那就赶紧走吧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晃了。也不会再见。哎，再见了，苏建成。离婚？我没听错吧？嗨，骗你是小狗。那你是说这事儿还真不一定是真的？骂谁呢你？好啦，哎呀，你不是最喜欢狗了吗？不过我觉得呀，就算是全世界的情侣都掰了，你俩也不会分手。为啥？因为你和苏学长是咱们一中的模范情侣榜的 top one， 这过去多少年了，学校里还流传着你俩的事迹呢。哼，云，你们不会是真的分了？真的呀，离婚协议都签了，就只差一张证了，我解脱了，恭喜我吧。孙律师，这次离婚协议我们已经签了，为什么证还没有下来啊？手续办妥之前，所有协议条款暂停执行，尤其是补偿金。这么多钱怎么花得完呀？我要带着爸爸还有弟弟，我们一起去旅行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孙律师，孙律师，这次离婚协议我们已经签了，为什么证还没有下来啊？可以，现在我们联系是我的疏忽，我记错时间了，还以为离婚的冷静期是下个月才开始。冷静期？哇，这是谁想出来的？既然决定要离，不来点实际的，谁会后悔呀？哎，你说句话呀！要是离不了婚，你家栗子就该着急了。既然是规定，那就遵守吧。手续办妥之前，所有协议条款暂停执行，尤其是补偿金。凭什么？你让我签协议，我签了，没有说非要等到离婚证下来呀。我的诉求很明确，离婚就能得到补偿。现在我们只是协议上，能否离婚成功，还要必须有离婚证为据。建强，你该不会是后悔了吧？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舍不得我了，想要这剩下半个月来挽回我呀？没，五年的时间都没让我改变心意，半个月。从你家帮我出家别墅，这半个月的时间，该怎么回应你？不是，赔什么钱？是不是我呀？是不是你欠我钱？早知道就不辞职了。嗯，需要一笔钱，最好能尽快到账。哎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是？云云。真的是你啊，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呢。你是？是我啊，王志颖。哎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走，去我车里。你这是发达了？哎，还不是因为这圈子风气太乱，就算再屌丝也得装出一副高富帅的样子。干嘛这样看我？我是不是变丑了？不不不，你帅的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哎，云云，你也别怪我，当年我不辞而别是有原因的。我爸是个酒鬼，偏偏还是个赌棍，犯起浑来连自己老婆都能提啊了。那晚讨债的人追上门，我妈带着我一路躲一路逃，可后来还是被他们找到了。不过万幸的是，我碰到一个公司，他们把我培养成了网红，没过几年我就把我爸欠的钱全还上了。好啦好啦，都过去了，你现在不是已经离开他们开始新生活了吗？
哎，可是他们还是不会放过我的，毕竟我妈还在他们手里呢。这群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所以我不敢联系你，所以你别怪我行吗，云云？我当然不怪你，这事怪他们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行了，那我的园区可就要依仗何大小姐您了。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我看你刚刚在那边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怎么有什么麻烦事儿吗？你想赚钱？我倒是有个很不错的主意啊。你知道现在很火的公司吗？我认识一个负责人，你做好了每个月五位数不成问题。真的？叫什么公司？巨人头，虽然刚成立不久，但是公司的规模和团队都很不错。不会像别的公司那样压榨主播。我也就随便玩玩，你看看这样行吗？我去，20万粉丝，你不是买了吧？我买这干嘛？又不能当饭。怎么不能当饭吃？你赚大钱的机会来了。喂，云雀姐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很有潜力的主播，我发小，老牛了，有20万粉丝呢。何小姐，我很好奇的是，为什么你没有跟别的平台签约呢？我就忙了几天，没想到那么多粉丝。何小姐，我很好奇的是，你怎么没有跟别的平台签约呢？我就忙了几天，没想到那么多粉丝。你这个账号才开了几天？这可是天赋型选手，单打独斗就能有十几万粉丝。这要是你平台在背后助力，岂不是要上天了？何小姐，我诚意想和你合作。你看这样子也行，我们可以签个群约，你所有的保底都是最高标准，善后部分我们28分，你八五二。不错。何小姐，我们是个传媒公司，所以应对你所有的后边选择供应链，我们都以最高标准给你匹配，以及为你量身打造你的个人专属产品。那，合同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可是为啥我没这个待遇啊？你能跟人家比吗？别人几天就是几十万的流量。哎，云云，你刚说房子还差多少来着？云雀姐有钱，让她给你出了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，我现在去安排财务打款。就不太好吧？你觉得我像伸手抱钱不？小事。我现在有个会议，先走一下。不懂，这公司跟艺人都双赢的。你想，你一个人就有那么多流量，那说明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质量博主。那其他平台再给你一宣传，会有更多的用户冲你来，说不定他公司都得指着你上一个台阶呢。你的意思是流量就是王？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直播呀，报男人。你来干什么？喂，姐，你现在忙吗？干嘛？找什么事啊？没事，你过来就知道。让我穿这身衣服，姐，你不是嫉妒我帅气故意整我吧？你可别扯坏了，这是我特地跟粉丝借的。这个又丑又破衣服，能值几个钱？一来一回的邮费都不够吧？哎呀，别管了，来来来，直播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今天第一次在波波健身房表现你。今天呀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是谁呀？还认识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景。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挑战，今天我们要挑战，即使他穿着这身衣服，那是不是也有可能让他变得容光焕发呢？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初肌套盒。我们的初肌套盒呢，首先它里面是有一瓶肌底液，这个肌底液呢是用在水之前的。那么平时你护肤的时候用水之前，哎，你的皮肤都不知道这水要进来了，你得让它补水，对吧？那你得敲门呀，那么肌底液就是起到了敲门的作用。我们的肌底液里面还有樱花提取物，还有金缕梅提取物，这是对你皮肤舒缓有非常好的效果。
那你敲门之后，至少你的皮肤知道有水要进来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我们的水来把水给我们灌进去，让皮肤把水给吃饱，对吧？吃饱了水之后，哎，这个空气会用水蒸发怎么办呢？那么就我们现在就需要用到我们的乳液，把乳液把这层水牢牢的锁在你的皮肤里面，让你整天整晚你的皮肤都是一个水嫩嫩的状态，就像我们王静怡的皮肤一样，就算是化了这种丑丑的妆，也一样的是水嫩嫩。这是我们夏天啊，这两三个。阳光比较强烈，所以呢，我们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，都要注意在护肤、补水方面加强防晒。对，我们的青春女孩们一定要做好护肤哦。那宝贝们，点亮我们的粉丝灯牌，我待会会给大家介绍我们自己平时的爱用好物。这就直播完了？待会儿还有很多呢。那个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我还有直播，我怕时间来不及，我先换衣服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别走啊！我先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已经离婚了，要是还有什么没有办完的手续，你可以通过孙律师联系我，我一定替你。你干嘛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这就是你的直播室。和你没关系。你好歹是个名牌大学毕业的，竟然干起了直播。这不怪你的事吧？看来苏大少爷是养尊处优惯了，哪知道我们怂人。你这话是？要是还有什么没有办完的手续，你可以通过孙律师联系我，我一定会。你可真是好样的，这么多年来的体贴，人家都是装出来的。平时装个一副深情的模样，骗取我的同情。离婚也只是为了赔偿金，从头到尾。你眼里只有利益，根本没有我。今天离婚了一些，心里竟然还有一些隐隐怯怯，所以才迫不及待来找你。没想到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罢了，本就不该对你有所期待。走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你干嘛？今天十五，我告诉你，苏家规矩，不管人在哪，多忙，都必须回家陪长辈吃饭。离婚协议还没有办完，你还是苏家媳妇儿，必须遵守规矩。离婚协议，我根本就不吃这些菜，你用那些方式来报复我。来，这是我们云云最喜欢吃的回锅肉，快多吃几块。爷爷，我已经吃不下了。哎，你现在是一个人吃，两个人补，可不能像以前那样吃饱食了。当然了，一切要以你的感受为先，要是实在吃不了也没关系，一样尝一尝，剩下的还有建成的。自家媳妇儿的菜有什么不能吃的？那就委屈你了，老公。老公，我想吃那苦瓜，你帮我加一点。你故意气我？老公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你根本就不吃这些菜，你用那个方式来报复。坐下。先生，坐下。青云现在怀着身孕，口味多变，这是正常的，要多体谅体谅。还有，你现在在外面不管有多忙，如果要抽时间多陪陪他，就算做丈夫啊，你尽得着。嗯，知道了。你这个名字上的婆婆怎么突然开始帮我说话？她不是一直不喜欢我吗？难道也是为了这个不存在的孩子？不必。阿姨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，你也给你挑了几个。谢谢阿姨。我记得我是给你改一个红包的。
结婚五年啊，终于有点长进了。妈，我不是太舒服。得了，别装了，你又没怀孕。阿姨知道了，她一定会告诉全家的。苏建成发起火来，不仅拿不到赔偿款，还会伤害一直疼爱我的苏老爷子。阿姨，我不是有意要骗家里，我只是想……你怀不怀孕啊？我根本不在乎，我只知道你亲你了，不但是拉心，情情爱爱也就够了。妈，我已经和苏建成签了离婚协议了，等冷静期过，我们就去办手续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喜欢你吗？你要离婚的事，我已经知道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喜欢你吗？知道的。我们两家是世家，苏家三代都是单传。你每次到我们苏家来，苏老爷子都非常喜欢你这个小孙女。小时候，我只是苏家的后辈，当然您喜欢我，老爷子也喜欢我。但后来我喜欢上了苏建成，那我就再只是后辈，我成了您的备选儿媳。做儿子的可以喜欢甜糯乖巧的小姑娘，而做母亲的肯定不会。这一点啊，你倒算是看得挺明白的。不过啊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啊太单纯。要是放在别人的家里啊，娶一个这么单纯又一门亲事念着自己儿子身上的媳妇进啊，那一定是一件好事。可是啊，这是在苏家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。什么？怕我把你媳妇儿吃了不成？您多虑了，我只是刚好路过。这些年啊，每次从七零门口出来，你总是路过。你要离婚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你最近身体不大好，不要有什么情况，最好别在这个时候。你也不是一直都有专人调药，我看过体检报告，所有指标都正常。既然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，那你该知道怎么去做。你不同意离婚，可我记得你并不喜欢何信云啊。喜欢和认可是两码事，何况他现在有资格做苏家的媳妇，我当然给他这个资格。再说了，信云是你明媒正娶回来的媳妇，我不认可他，难道你还要我去任性在外面养活不三不四的女人吗？李子柒并非你所说的那样，他其实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该怎么做我知道。杨俊，你到底和我妈说了什么？好了，你为什么拿小人家糊弄我？你什么也没说啊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妈突然进来跟我说什么？我合格了。表面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背地里通过我妈给我施压，你真是两面三刀，深藏不露啊！啊！在他心里，你就是个欠钱的无赖，啥也不是。生姜爱爱铁，一只蛋白套，还有洗护套装，这些我都得拿。你好，你是何小姐吗？啊，请问你是？我是社区的志愿者，专门负责婚姻调解的。嗯，一个冷静期还不够，还配了个调解员吗？这为了生育率也是拼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应该没错呀，你看这不在写着呢吗？自由闵区居民苏建成和庆云于昨天上午委托律师协助。哎，没有，我们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昨天吵架了，今天已经和好了。好了，你为什么拿下个人家出口？麻烦你走这一趟，回头啊，我会好好劝劝他们的。什么？对我昨天的话下着了？阿姨，你都知道我和建成要离婚了，为什么还要留下？
阿姨，你都知道我和建成要离婚了，为什么还要留下我？因为只有你才能帮助建成。这个照片，这哟，小妞一个人吗？陪哥们玩玩。你们干嘛？有人不认识？不认识，他们两位就认识了。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嘛？放开他！小队，你谁呀、啊？关你啥事儿啊？我靠！流血了，快走！静静静，你要不要紧？不然我们还是报警吧。这两个人在跟着，先报警，只会激怒到他。可是你手下血越来越多了。告诉你，再哭的话眼睛就该肿。静静哥哥，我扶着你走。嗯，我伤的是小臂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得扶着你走。我的腿没有伤。这个照片不是我们在医院楼下拍的吗？阿姨，您还留着？不是我，是健子。我不是。你这么一提醒，我突然想到他们刚刚踹着我的膝盖，还真有点疼。这个照片不是我们在医院楼下拍的吗？阿姨，您还留着？不是我，是健子。啊？这张照片是佣人在打扫书房的时候找到的。当时健子不在老宅，佣人就交给了我。这些年，不管你和健子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你一直都在他的心里。阿姨，谢谢你。但这件事情我很清楚，我和建成已经不可能了，必须离。反正走也走掉，就当再陪爷爷半个月吧。我查了何小姐的流水，就管他们是正常事。用五黄金，加个零。